想找灵感是吧？让菲儿给你牵个桥搭个线儿，跟那人见一面，那灵感肯定画画的。你说你这个人，跟你说正经事儿呢，你净瞎扯。算了算了，不干了吧。哎，爸，我给你找个人看看吧。谁呀？就是李庆花。李庆花？李庆花来北京了。嗯。哎，我说你们爷俩怎么秘密越来越多呀？许鹏，你年轻的时候挺老实的一个人，这到老了老了的，旧情人一个一个往外冒啊。这李庆花啊，是我当时下乡的时候农场里的一个老乡，跟我的关系啊可不一般了。你忘了，菲儿小的时候，我带她回农场，每次都住她家里。我不是忘了，我是根本就不知道。那个时候你带着儿子闲云野鹤的，我干嘛呢？我正一头扎在公司给你们爷俩攒路费呢。爸，庆花阿姨好不容易来北京，我觉得要不咱们请她来家里吃顿饭吧，你们也好叙叙旧。行啊。她住哪儿呢？还能住哪儿啊？哎，你们插队那帮人不都喜欢扎堆吗？肯定住在钱家了呗。菲儿，你想请李庆花到家里来是假，想浑水摸鱼把钱多多的爸爸妈妈请来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门都没有。马琳啊，哎，你有你的圈子，我有我的圈子，就许你请田惠子到家里来喝红酒吃蜗牛，就不许我请朋友到家里吃顿猪肉炖粉条子。你真行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喜欢我的朋友，我还不喜欢你的呢。我能让钱惠子来是有目的的，你呢？这件事情我只跟卡洛斯交涉过，至于其他人说了些什么，你自己做过什么，总会被人知道。怎么说，你还是选择钱多多？哎呀，惠子，你看这里面一定有误会，来，我们先进去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好好说啊。对不起阿姨，我实在没有胃口吃东西。今天您要跟我谈的事情，我想让许飞亲自找我吧。惠子，阿姨刚刚烤了点心，坐着，自己去给你拿啊。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让他
他来是帮助解决我们公司问题的。你这样一来，我怎么好意思开口啊？妈妈，我知道公司的确出了问题，这件事情你也不好受，但没必要靠别人呢。就算公司真的不行了，我们大不了从头来过。你知道吗？这些年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公司上了，你爸爸又帮不上我一点忙，你常年在国外，公司就是我的一切，我不能让公司就这么完了。那你也不能用牺牲我来保全公司啊！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不是一件论价的货物。妈，来，咋样？哎呦，漂亮！哎呦妈呀！这，哎，洋洋，这都归你管呀？那当然，这就是我的地盘，我说了算。哎呀，这地方贼好啊，是比魏珠强啊。你看你，妈真没想到闺女你老聪明了，真在城里整出名堂来了。妈，坐下再说，你是想坐高凳子呢还是想坐矮凳子呢？那你就坐这来。哎呦妈，你慢点，你踩着点，踩着点，慢慢坐着啊。这还能转呢啊，还能转。对，来来来。哎呀妈呀，好玩吧？太好玩了。我不跟你说了吗？我在北京前途一片光明，你还不相信，非得来北京看看。怎么样，这回相信了吧？信？我咋不信呢？哎呀，开这店得老钱了吧？哦对了，圆圆，我记着你在电话里说这店是许鹏的儿子许飞给你开的。是啊，那他没跟你说些啥呀？我跟许飞哥都说好了，这个店呢，现在算是他借给我的了，我每个月还他一些钱，等什么时候我把钱还清了，这个店就是我赵圆圆的了。行，圆圆，好样的，真给妈长脸。妈这回来呀，不走了，帮你开店咋样？妈，你真的把小红跟大壮卖了？你跟他们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你舍得呀？卖了，舍不得他们俩就得舍得你，那咋行啊？你一人在这儿无依无靠的，妈咋放心呢？本来我以为芳芳姨和多多姐能照顾你呢，可我来这一瞅，他们自己家的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儿还整不明白呢，哪顾得上你啊？你说妈咋放心？你也别这么说，其实干妈跟多多姐真的对我挺好的，只是吧，他们家最近麻烦事儿太多了，加上多多姐又没有工作了，所以就没怎么管我。哎，这倒也是啊，尤其你现在干得这么好，更显得多多不如你了，是不？这多多这孩子也真是，这不够让人省心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咱不唠别人家的事儿，爱谁谁谁。反正你在妈身边了，妈这心呀能放进肚子里喽。妈，其实我真的挺想你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有一个计划，等我把这个奶茶店的钱还完了，我要在北京给你买一个大房子。当然不是市中心的那个房子啊，那房子我可买不起，我在郊区给你买。郊区的房子比市中心的房子还好呢，空气也好，绿化也好，到处都是树，而且还有地。哎，我给你买带地的那种，你可以种地，还可以再养一个小红和大壮，好不好？我干成。成，妈都听你的，你让妈干啥妈就干啥。妈，我今天晚上要盛情款待你，我要带你去吃北京烤鸭，好好庆祝一下。啥？今儿晚啊？不成不成不成，今天晚上我还得带你去老许家呢。去他家干啥呀？妈，你昨天晚上说的话是真的？我跟你讲，这太不合适了，我可不去啊！哪有女孩子上人家男孩子家提亲的？我不去啊！哎，我说你这孩子咋回事啊？你知道啥呀？那哪叫上人提亲呢？妈跟老许那交情那多少年的了。妈去那儿叙叙旧，再说了，老许那儿子咱知根知底的，对不？你放心，妈瞅上的人错不了。妈问你，你瞅那许飞那样的帅小伙，你不稀罕？不稀罕，稀罕他干啥呀？稀罕又不是我的，瞎稀罕啥呀？你看，你嘴不对着心，
我还不知道你。行了，晚上跟妈走啊，走。我不去，你这孩子咋回事？走走走走，听妈的，走走走。哎，你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去。哎，你别打我。你说让菲儿怎么做才能挽回你的名誉？挽回不了了，现在全公司都闹得沸沸扬扬的。那你说让菲儿怎么做才能让你消气？这件事我没有错，是你陷害钱多多在先的，我只是正当防卫。你这什么正当防卫啊？那钱多多是你什么人啊？惠子这么做我完全能够理解，那个对你好的人不想把你从钱多多那儿拽回来。钱多多，又是那个钱多多。许飞，我还是那句话，我可以向公司提出辞职，也可以还钱多多一个清白，可是我开出的条件你必须答应。我也劝你辞职。许飞，我告诉你，以我爸爸在总公司的位置，就算把所有知情者全开除了都无所谓。而且还有一点，凡是玩资本运作的人都有一项过人的技能，就是制造舆论，散布各种对自己有利的消息。只要你和你的钱多多继续留在中国，就别想再找到好工作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是许鹏他们家吗？你看地址对吗？对呀，就是这儿啊。40B 吗？40。哎呀妈呀，这许鹏在城里这么气派呢。哎呦，得。看来今天这理清了。嗯，妈，你觉得我跟许飞哥配吗？他长得那么帅，我怎么那么没自信啊？我腿肚子直发软。我软啥呀？都硬起来。等会儿一进门啊，就知道许飞他爸跟你妈我的交情了。我就算给他带3根包来，他许鹏都会觉得你太重，信不？闺女，冲！多多姐，对不起了，千万别怪我，要怪就怪我妈。田惠子，你的要求太过分了。哎，惠子，惠子，惠子，你能不能告诉阿姨，你提的要求是什么？我要和他结婚。哦，这个呀，那容易。我不同意。惠子，惠子，哎，惠子，惠子，哎呦喂，还上门口迎接我了。哎，老许，哎呀，庆花，哎呦，你怎么来了？住皇宫了，哎，吓死我了！真没想到这世界上啊，就有这么巧的事儿。是是是。啊，这咱人闺女圆圆，叫人儿。许叔叔好，圆圆好，圆圆好。你知道不？他在城里开那个那啥来着，奶茶店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你儿子许飞给投的钱。这不，我就这样把你给找着了。来，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哎呀，礼轻情重。好好好，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谢谢。缘分，缘分呐。哎，老许。咱们的缘分那可是几十年结下的，现在这孩子们自己碰到了，这才叫缘分呢。走，拜拜不？妈，你干啥呀？那啥？你别那么直接行不行？咋的不得处处呀？懂啥呀？懂啥？真是千古奇缘啊，许飞，你好好把握吧。我配不上你，我退出。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能干出那么低级的事情了。这都是什么人啊！哎，惠子，惠子，你们要给我滚！干什么你？圆圆，我们走。哎，静花，静花，等会儿。静花阿姨，静花，静花阿姨，你别走啊！青花阿姨，青花阿姨，哎，你别走啊！青花阿姨，你别生气。我妈平时她不是那样的，
刚才正好我惹他生气了。季红儿，实在是对不起啊，改天我一定让马林当面向你道歉。老许，这事儿不怪你，怪就怪我们娘俩来的不是时候。本来我也是好心好意的，瞅着许飞跟圆圆这俩孩子挺合适的，就来问问你的意思，谁成想弄成这样了。据我所知啊，小飞正在和芳芳的女儿钱多多谈恋爱呢。哎呀妈呀，老许，你知道这事儿啊？那你怎么不劝劝你儿子呢？就你媳妇这脾气，能容得下芳芳的闺女啊？这不瞎扯吗？我本来还拿不准呢，可今天来这一瞅啊，哼，我把话撂这儿，许飞跟多多这事儿铁定成不了。这个事情我来处理吧。既然孩子们真心相爱，我们做父母的，不管以前有什么恩怨情仇，都应该放下。青花啊，麻烦你帮我带句话，我想见吴芳芳一面。啊，这个，你告诉他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为了孩子们的事儿。既然孩子们追求幸福，我们做父母的就应该支持，不应该当绊脚石啊。嗯，那行吧，我就替你带这个话。老钱的地址呢，小飞已经告诉我了，你告诉他，就这两天我就亲自登门。嗯，好，那我们走了。好，慢走啊。齐飞哥再见，齐叔叔再见。再见。从这瞅啥呀？妈，我是不是没戏了？错，妈觉着你呀，越来越有戏了。为啥呀？啥为啥呀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妈，我可不让你当小三儿。啥叫小三儿啊？妈，代沟啊！代。老婆，啊，你说咱们多多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北京闯荡，他多不容易啊，是不是？跟咱们说过一个苦字吗？没有，对吧？不就是怕咱们担心吗？啊，啊，你倒好，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，反而都是孩子的不是。我知道你是为了孩子好。但是啊，咱们也要将心比心的站在孩子角度来体谅体谅他的心情，是吧？哎，结婚这事儿不要太着急，慢慢来啊。咱们体谅他，谁体谅我呀？哎呀妈呀，你咋把我们给忘了呢？我们家俩体谅你啊。对呀，干妈干爹，我们俩体谅你啊。我们俩刚才一直在屋里偷听来着，都知道。那个老吴，这老钱说的没错，那多多打小就要强，你看你要这么天天使劲逼他，回头他想不开咋办呢？哎呀，你瞎说什么呀？干妈，我跟你说，虽然我比多多姐小几岁吧，可是我们都是女孩子，女孩子的心思都是一样的。你看她每天上班那么辛苦，回来以后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我了解她的空虚和寂寞的。哎呀，你瞅瞅瞅瞅，这来大城市没几天呢，这。进步的那么快啊，不是一般的快，相当快。那说话就是那个飞机上挂两瓶的高水平的。好吧，那我就听你们的，慢慢来。可我得把话说在前面啊，到时候你们可得给我站在一条战线上。嗯，那必须的。我和圆圆准备在沙家浜扎下去了。嗯，帮你打一个持久战，咋样？哎呀妈，持久战呢？太仗义了。这，哎呦，你们都过来啊！干妈，哎，咋的，干妈啊？你不欢迎我们啊？你不是从小就特喜欢我吗？我哎哎，是，但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，哎呀，这我们都到多多这儿来，我怕给多多添麻烦，说是吧？那怕啥呀？多多姐的房子那么大，闲着也是闲着。咋会呢？这你放心，我和圆圆来北京是创业干大事来的。之前圆圆已经跟多多打好招呼了，至于多多那事儿啊，顶多算那副业。什么呀，干妈？啊，行。Thank you.
郝爱家那2万块钱聘礼呀、啊！哦，这钱呢，一天不还给他呀，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。昨天晚上我一夜都没睡着，一闭上眼睛、啊、就是郝爱家那副嘴脸。对了，于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赶紧啊退聘礼卖房子，把我女儿解放出来。嚯、哦，这么坚定呢？啊，解救出来干嘛呀？哎，你是不是又相中多多那个领导了啊？哎呀，找着了！现在什么事情啊，变数都大。当初我还藏个宝贝是藏着，现在我都觉得烫手。我马上给他打电话。哎哎哎，婉转一点啊！对不起，不会婉转。喂，郝爱家吗？我是吴芳芳，咱们明天约个地方见面吧。我们钱家要退聘了啊，对了，还有那个房子啊，你赶紧卖了，早了早好啊。哎呀，我也知道早了早好，那你前几天怎么不着急呢？啊，我们家明神出差了，什么时候回来呀、啊、我也不知道。哼什么哼，不就买房子的时候出过20万块钱吗？啊，我就不愿意说，说了吓死你。我们家这儿媳妇啊，比你那个钱多多钱多多了。他说什么呀？他说叶明神出差了，还让我慢慢等。真的假的呀？哎呀，老吴啊，你别弄得草木皆兵的行不行啊？啊，我能不担心吗？你没事上网看看，那多少娘家婆家那闹翻了，都是因为经济纠纷。尤其像咱们这种城乡结合的，那网上段子多了。哎，我还从来没瞅着你，你干啥事这么认真呢？闺女，跟妈说实话，你这么要好求上进，是不是跟那喜飞有关啊？不，妈，我之所以这么求上进，完全是跟钱有关系。我跟你讲，妈，多多姐她经常教育我，女人一定要自强自立，坚决不能够靠男人。我现在已经彻底被多多姐给改造了。我跟你讲，妈，我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挣钱，挣了钱以后在北京买个大房子把你接过来。许飞什么那都是浮云。哎，等等，沈马是谁呀、啊、多大岁数干啥的，比许飞咋样？哎呦妈呀，追求你的人这么多呢。咱们俩的代沟实在是太深了，这个神马呀，算了，我也不跟你解释，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。妈，你能不在我旁边叨叨不？你叨叨来叨叨去，我那账全都给算乱了。看我算哪了？这是圆圆，干妈问你个事儿，你们叶老师出差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叶老师出差了？啊，我咋不知道呢？今天还给我上课来着呢。果然有猫腻。哎，老吴，你别走，我有事儿要告诉你。等会儿再说吧，我有要紧事儿呢。哎哎，这事儿比哪个事儿都重要。等会儿再说吧，我那20万都被套牢了。行了，哎你，这怎么回事这是？喂，郝爱家，你这么做也太不地道了吧！孩子们婚事不成，我们做家长的也不愿意啊！你这么算计我们家房子，算怎么回事啊？郝爱家，袁都跟我说了，你儿子根本就没出差，这两天还在学校上课呢。咱们明天必须见个面，把房子给卖了，这事儿一天也不能耽搁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气死我了！你的事儿完了，那我该说我的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青花什么事儿？老钱，你能不能回避一下？这都多大岁数了，还跟小姑娘似的说私房话呀？啊？好，我走。你们说。行了，说吧。
哎，老吴，你真跟那叶家闹翻了？是啊。怎么了？闹翻就闹翻了呗。我们家多多又不是没人追，你不也看到了吗？走了一个叶明深，不来个许飞吗？前段真是被朱由蒙了心了，非要撮合这个叶明深和多多在一起，就没把那许飞啊当回事儿。现在回头一想啊，那许飞除了年龄小点，还真是哪哪都挺合适的。有一点不合适。哪点呀？他爸不合适。我女儿又不是嫁给他爸。哎呦，你当年差点没嫁给他爸。他爸就是许鹏。就是你们一块插队那老许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咋不可能呢？你瞅那许飞不矫健瘦啊，许飞长得跟他爸多像啊。清华呀，这事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怎么知道的？哎呦，我跟你开这玩笑干啥呀？我昨天晚上带着圆圆去老许家呢。哎呦妈呀，你可没看见当时那情形呢？老许他那媳妇整个一母夜叉，我刚一进屋还没说两句话呢，生给他给气住了。许飞这孩子倒真不错，啊，咱要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呢，撮合他跟圆圆，我看挺靠谱的。要他跟多多，这事成不了。你真行，天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呢？钱多多这个死孩子，怎么也不告诉我呀？你们就都瞒着我吧。那老许现在是个什么态度？现在知道钱多多是钱多多，知道我是我了吗？全都知道。不光知道了，他还要亲自找你谈呢。你知道他态度是啥吗？他的态度坚决支持他儿子跟你闺女处对象，排除万难，不怕牺牲，去争取胜利。排除万难？有那么难吗？我早就跟他没什么了，别瞎说。难就难在他媳妇那儿了。听说他媳妇知道这事儿以后啊，就像那个日本那海啸似的，他就把房顶都给掀了。吓唬谁呢？哎呀，这真是没想到啊！你说，多多找个对象，怎么就那么难的？我本来还觉得许飞这孩子挺不错的，现在回头这么一想，还是叶明深比他强。多多，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我要跟许飞见面，不是来同意你们俩要好的啊。这个许飞和叶明深比起来，我宁愿选择叶明深。你没嫁人，你是不知道，那将来和婆婆处不到一块儿去，你就等着过苦日子吧。叶明深他妈絮叨是絮叨点儿，可那种老太太你好对付啊。哎呦，我知道啊，妈。提起许飞他妈，我心里也犯怵。我跟许飞说过多少回了，咱俩不合适，不合适，分开吧。他非不干呢，非要跟我在一块儿。哎呀，我这辈子呀，是第一次遇见这么硬的人。你们这些小姑娘就是受不了狂轰滥炸，一遇到许飞这样的小伙子，脑门一热就嫁了。其实说实话，要想选丈夫，就得选岳明深这种稳稳当当、踏踏实实的。得了，阿妈，今儿来这儿说您的事儿，不是说我的事儿啊。非得把我啊搅到这滩浑水里。
你找谁啊？你说我找谁啊？依依，你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？牛振生，你有点过分了吧？我们还没离婚呢，你就把别的女人带回家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你别生气啊，走啊。爷，你听我解释，我找那个女人只是想让替咱们生个孩子。你也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，我爸妈整天逼着我说要抱孙子，你也知道我一直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是不是？不过你放心，我跟那个女人说清楚了，那个女人我只是跟她说替咱们生个孩子，我给她钱，我们之间不谈任何感情。刘振生，你真的好话说的太多了，你不要说是为了我。你是个人呐，你为什么非把自己弄得像畜生一样低级呢？你可以容忍你自己，我真的容忍不了，我接受不了这一切。你知道我怎么想吗？我有时候在想，为什么我会嫁给你？我刚才那一刹那，我特别想把这个房子烧掉，把一切烧掉，把下面的床都给烧掉。你看看你自己，你脏不脏啊？你脏不脏啊？你别抱我！你听我说，刘振生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之间真的完了，真的完了。不，依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还是很爱你的。依依，你开开门好不好？依依，你走，你离我远一点，我不想看见你。爸爸这个人呢，我是太了解了。他到现在还没有分清现实和理想的差距。本来我挺难理解你妈妈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对你们两个的事儿有这么大的反应。现在我彻底明白了，这么看呢，你妈妈也挺不容易的。伯母，你真的是很宽容。老一辈的事儿呢，就别提了，许飞。我跟你直说吧，我今天到这儿来，主要就想知道你们两个人的事情，你妈妈是到底怎么想的。我妈妈虽然现在还在反对，但是请您不用担心，毕竟我妈是我妈，我是我。只要我们能在一起，什么困难，我都不会害怕。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跟多多结婚后，我们会搬出去住。不管是多少年也好，他的态度总会改变的。虽然现在的决定并不是最好的，即使他一辈子也不同意，我也绝对不会离开多多的。只要是为了多多，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哼，看来清华说的是真的了，徐飞。你怎么可能有这种想法？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你也太幼稚了。以你妈妈的个性，她怎么能轻易放过你们两个？你想没想过多多的感受啊？你要这样做，肯定结局是两败俱伤。我想你也不喜欢看到这样的结果吧，所以
请你把我们的态度转告给你妈妈，让你妈妈放心，我和她爸爸坚决反对你们的事情。阿姨，算我请求你千万不要这么想。其实我妈妈，她不是你想的这么不明白事理的人。那就是我们不懂事理的。多多，你听见了吗？别以后口口声声的说这个男人对你多么多么的好，甜言蜜语不能当饭吃。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袒护了，这要嫁过去有你哭的那一天。徐飞，钱多多和叶明深已经订婚了，我已经和他妈妈约好了，开始商谈结婚的事情。什么呀妈，您不是把聘礼都退了吗？我跟您说，我跟叶明深不合适，您死了这条心吧。多多，我今天见了许飞以后，我还得重新考虑你和叶明深的事情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和你爸爸一个态度，你和许飞不行。成，我跟许飞不行，那我跟叶明深更不行。阿姨，我妈的事情我会处理的，我保证。你不用向我保证什么了，我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我们绝对不能接受钱多多有这样一个恶婆婆。倒点水，来，明生，喝水。我现在也想开了，一辈子的时间有多长啊？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要开始享受人生了。你今天叫我来，就想让我看看你做的有多好吗？明生。其实这段时间，我一直都在想一个问题。你说我和你，我们怎么就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呢？其实这个问题，我们谁都明白出在哪了。对，就出在你后妈身上，是她毁了我的婚姻，毁了我的幸福，毁了我的一切。明生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连做梦我都在咒他。我知道，我这个后妈呢，有很多的毛病。但是你想过没有？我没有责任。明生。我们可以复婚的，你知道，我跟你离婚，我并不是想离开你，我只是想离开你后妈呀。亲爱的，说实话，我并不想离婚，但是现实就这样，我们回避不了的。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。我不可能扔下他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俩之间永远都要站着一个你后妈是吗？这不能改变吗？还有个课，那我先走了。
青妍，你怀孕了。冯青妍意识到自己可能怀孕了，她顿时感到自己的手里来了一张好牌。想说的和想表达什么？你有爱过爸妈，真的珍惜过吗？哪怕说一句妄言就该可以吧？就让那句话，就让放松那句话，想满怀的心里，就让那句话，别让我去相信。相信你会接受你的泪，在颤抖，你却不想再回头，你的爱是未接受，约定了这样吧。为什么